本届金曲的最大赢家蔡健雅一次拿下最佳华语女歌手、最佳演奏录音专辑奖、最佳华语专辑奖以及年度专辑四项大奖，这么狂的记录，连她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。我觉得金曲奖对我很好，我觉得被疼爱，然后但是那种疼爱是已经超越那个宇宙了，所以今天就是在台上有一些的语无伦次，我非常后悔我没有准备感谢词，因为我就说随缘，然后上去的时候就觉得啊，有些人我没有谢谢这样子，但我后面会来。因为妈妈不是也是很激动，超级哭了。对，我妈这次来我真的很感动。我记得我就是我帮她煮早餐，然后阳光洒进来的那一刻，我那一刻就是你知道有一股那种我好想为你得奖。特别是一次拿四个，有觉得光宗耀祖。我倒是没有这样想过，因为我完全没有在准备任何的感谢词，所以我非常很想踢自己，有沒有，因为就是有种到最后有一种又感动，但是说不出来。现在 Elma 手中就是拿到女歌手奖，有没有在台上就是互相说一些什么？他有跟我说 ，I thought it was you 这样子，但我做了一件很糗的事，因为我们坐高铁来，然后我好像看到他，他跟我讲 I thought it was you 的时候，我以为他跟我说他看到我就在地铁上，但他的意思是他觉得是我得奖这样子，所以我有点 I'm sorry 那个，但就是那种鸡同鸭讲，但后来有讲清楚了，有讲清楚，所以还挺可爱的，我觉得。两位天后在台上的插曲实在是太可爱啦。